我是詹老爷的执念。詹老爷生前一直非常思念自己的初恋，所以才找了一个和他初恋长得一模一样的你。我是秉持了他的执念，他举办了这场婚礼。但你知道吗？我根本没有生前的回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我，直到韩飞扬剧透，我才把整个剧情串联到一块儿，知道了真相。这是本色出演，还是压根就被唤起了本性啊？妈呀，不会又黑化了吧？下面有请新郎为新娘戴戒指。好，有请新郎亲吻新娘。小魔仙，咕咚咚显灵，沈明熙，变回来吧！放心，我没有黑化，我只是比较入戏而已。有请二位新人拍照。